难难难，南南南道德悬；不遇知音不可弹，遇了知音弹几句；不对知音，枉费舌尖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！我们今天继续直播学习《二零二二年初级会计职称抢先学》的初级会计实务。各位同学，大家晚上好，都来了是吧？有没有没来的？没来的你们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都来了吗？都来了是吧？ 好的，都来了就好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其实呢是第四次课了啊。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听直播的呀？有没有来？有今天第一次来听直播的，给我扣个一，我看一看有多少，有多少第一次来听直播的。那你前面没听吗？你前面没听？今天我讲快递分录，你不崩了吗？是不是？为什么不来呢？这么多人吗？你们是故意的吗？这么多人第一次来，哦，有刚买的。 啊，刚买课的，为啥不早点买课呢？那有第一次来的，那你就把前边的哈，我前三讲你好好听一听。今天呢，你就带着这个学习的这个态度是不可以的啊。我们强调的不是学习，我们强调的是要玩儿啊。啥意思？来，各位，你们手中呢，陆陆续续啊，如果你第一天买课是没有这本书的啊，没到呢，它是有电子版的啊。那你会收到这本书啊，叫《初级入门一本通》。 我们给大家讲的都是快乐学习，各位，什么叫快乐学习呢？就这个阶段你不需要学习，明白了吗？这个阶段你不需要学习，谁学习我跟谁急啊！不要学习，快快乐乐的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大家快快乐乐的就好了啊！所以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？是快乐学习。那今天呢，仍然是给大家介绍第二个模块，基础知识应知应会。 那在正式介绍之前，我们把之前讲到的内容啊，给大家简单的去回顾一下。我们讲了快递的六大要素，分别是资产负债、所有者权益、收入、费用和利润，对吧？这个、六大要素我们讲过。同时呢，哎，我们还讲了借贷记账法，还记得吗？借和贷，它就是一个符号，它有实际的意义吗？没有，是吧？你今天可以是借贷，明天呢？ 明天我可以是 A B，后天呢我可以是 X Y，爱用啥用啥。只不过现在国际上通用的是借贷作为记账符号，所以只要知道啊，它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。那接下来我们说借贷记账法，它的记账规则是什么？有借必有贷，借贷必相等，一共是十个字。这十个字你不用背，我告诉你，你不用背。等你考完试之后。 这辈子你都忘不了，你放心啊，这辈子你都忘不了。邮借必有贷，借贷必相等。那接下来我们又学习了会计科目，还记得吗？什么是会计科目？它是对会计要素的一个具体的核算。我们说会计要素有六大要素，对吧？那么这个线条是比较粗的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哎，我需要把会计要素下边再进一步明晰核算，那叫会计科目。 我们会计科目有两种分类方式，第一个根据它的反应内容，也包括六大类。那这六大类和我们的六大会计要素有一些是能够对应得上的，而有一些是对应不上的。比如说，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，这是可以对应的。那收入和费用以及利润，这是对应不上的。我们的会计科目叫什么？成本、共同和损益，对吧？成本、共同和损益，共同类你不用考虑它了。 对吧？时而资产，时而负债，类似于东方不败，明白这意思了吧？哎，所以呢，各位同学，你不用去想这个事情了。那在这里，我要跟大家说的，啊，这个损益类的会计科目，其实就是我们六大要素当中的一个收入和费用；而成本类的会计科目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资产。啊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资产。那我们有了这种分类结束之后，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分类。 根据它的这个统一关系和详细程度，包括总账的也叫一级科目，还有明细科目，对吧？总分类科目和明细分类科目。那你比如说，我举个例子，银行存款。银行存款这是什么？首先，它是一个资产类的会计科目。好，那再来，比如说中行，这个它既是一个资产类的会计科目。 它也是一个总账科目，也叫总分类科目。那再往下，中行呢？中行它是在资产类下设的一个明细科目，所以啊，它直接分到这儿，它属于明细科目。啊，叫二级明细也行，是吧？明细科目叫二级明细都可以。所以这个东西对于大家来说没有啥难度啊。 那接下来呢？我们又介绍了关于这个各个类别科目它的增减方向。大家还记得我曾经给大家写过一个啊，说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加收入减费用，大家还记得吗？ 记不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呢？记不记得他？记得他是吧？那么对于资产类会计科目而言，它的增加，这就是人为规定，没啥原理啊。它的增加在借方，减少呢在贷方；而对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，它的增加在贷方，减少在借方；对于收入呢，它的增加在贷方，减少在借方；对于费用呢，增加借方，减少贷方。 所以你会发现，感觉上是比较乱的，但是它乱中有序。你会发现啊，资产增加借方对吧？而等号的右侧，负债、所有者权益、收入，它的增加方向和资产都是相反的。你发现了吧？哎，它跟资产都是相反的，而费用又跟资产一样，为啥呢？因为它前面是负号，看到了吧？它前面是负号，所以如果你把它挪到等式的左侧。 那就跟资产是同一方向的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资产派到右边，它的间谍啊。那我们说还有一个成本类的，它比照资产，所以它也是增加借方，减少贷方。那这个大家知道之后，接下来来，我们看看余额，啊，啥叫余额呢？各位，你这个月月初啊，今天是几号？今天是六号，对吧？你六九月一号这一天。 你的钱包里有五千块钱，啊，你别跟我说老师我没有啊，完蛋，是吧？等你学完就有了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努力找工作，找个好点的工作，你钱包里有五千块钱。这月开公司开了一万，这月花了八千，你告诉我，期末你的钱包里有多少钱？是不是剩七千了呀？那咋算的呀？期初的，是吧？五千加本月增加的一万，减本月减少的七千，或者是八千啊？我刚才说的是八千哈。 那月末剩多少？剩七千，不就这点事儿吗？所以，我们说一般而言啊，对于资产类会计科目而言，增加在借方，减少在贷方。那么，它的余额一般情况下跟它的增加方向是一致的。来，对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，一般情况下，它的余额在贷方；而对于收入和费用来，这俩没余额。啊，为啥呢？ 因为这俩统称为损益类的会计科目，就这个东西你要会了，我跟你讲，你老厉害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东西不是所有人都会的，你会了，你就很厉害了，是吧？有多厉害？你可以召唤神龙了，因为这东西你会了，下边我讲会计分录的话，对于你来说就基本上没有难度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同学第一次听啊，听不懂正常啊。 对不对？就好比说，你还没学会走路呢，因为你第一次来嘛。我现在开始讲跑了，你说你爬你都跟不上，那你就登就当听个脱口秀笑话就行了啊。因为刘老师可能十分钟八分钟就抛个梗，是吧？哎，十分钟八分钟就抛个梗。所以你如果是之前没有听的，那你可以今天下课之后把前面刘老师上的课认真的去听听。今天是周一，对吧？星期一，哎，各位，你看啊。 这个怎么能证明刘老师厉害哈？你们知道一一周为什么有七天吗？为什么叫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，但是叫星期日而不叫星期七？有同学说星期七这个中国一说太太别扭了，不是？啊，水是有源的，树是有根的，不叫星期七，叫星期日是有原因的。想不想听原因？ 各位，你想不想听原因？嗯，想不想听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想听是吧？哎，想听，想听，想听，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。下课之后，我告诉你原因。所以你看啊，你跟我学啊，星期一或者周一啊，星期二、周二啊，就这东西，你可能是与生俱来的，感觉就应该这么叫，但其实不是啊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是有原因的啊。所以今天呢，你就等着，等我下课之后，我告诉你为什么一周是七天。 为什么它不叫星期七，而叫星期日，好不好？来，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给大家介绍第六个模块了啊，第六个知识点。如果你有书就可以翻十二页，如果没有书，你就可以看讲义。会计等式，什么叫等式？来，各位同学，什么叫等式15？十五加八等于二十三，这就叫等式啊，这个就叫等式。来，再来一个啊，说五百等于。 两百五加两百五，俩二百五合在一块儿就是五百，是吧？哎，就是五百，所以这叫等式。我们的会计等式也称之为叫会计恒等式、会计方程式，或者是叫会计平衡式。不重要，我认为会计恒等式这个“恒”很重要。明白了吗？会计恒等式这个“恒”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它是永恒相等的。 它是表明会计要素之间的基本的关系，什么意思呢？来，我举个例子啊，我们知道资产，知道负债，还知道所有者权益，对吧？实际上，如果你之前听过我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企业所有的资产，它就两种来源渠道，要么是所有者的，要么是债权人的。 如果是股东所有者的，在会计上体现为所有者权益。要是你从银行借来的，包括你买东西欠人钱的，那叫负债。但是无论你怎么折腾，它都跑不出资产这个圈儿。所以我们说，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。各位，今天来你没白来，说这个企业是很大的一家公司，它的资产都能达到八百亿了。 这公司牛不牛，厉不厉害？各位未必。如果你有八百亿的资产，我最主要要看你有多少负债。啊，你比如说你有九百亿的负债，那负的一百亿的所有者权益，你还美呢？说我有八百亿资产啊，呸！你都资不抵债了。你有九百亿的负债，可不可以？可以的，有没有这种可能性？可能，是吧？完全有可能。 你看这个八百等于九百加上括号负的一百，不是相当于减一百吗？对吧？等式成立吗？成立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你不要看他说哦，我有八百亿的资产不算啥事儿啊、哦。那再比如说，八百亿资产可以是啊七百九十九点九九亿的资产，再加上一个零点零一亿的所有者权益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是不是？所以各位同学真正会看的。 要看什么？看你有多少所有者权益。我看你有多少资产吗？这东西你借来的钱不一定是你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各位同学，你今天来了没白来？你要知道以后你再看说这家企业有多少资产，不要看它资产，看什么？看所有者权益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把所有者权益称之为叫净资产。你看，它为什么前面加了个“净”？就是你所有的资产扣除负债之后。 有你股东，有你老板，有你所有者真正享有的权益是多少？所以它叫净资产，啊，不是利润哦，同学，不要自己给自己加戏哦，听明白了吗？哎，注意不要自己给自己加戏啊，这个导演是通不过的，所以这叫净资产，它不是利润啊，千万别给自己加戏，加戏我也给你掐掉，OK。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会计等式啊，这里给大家介绍两个会计等式。首先，第一个叫静态会计等式，说啥叫静态的？就放那不动的，这叫静态的啊。静态的会计等式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。说白了，你资产怎么来的？要么你是。 从债权人呢借来的，要么你是归属于所有者的，所以它表明什么？它表明企业资产的来源渠道。你有这么多的资产，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各位听好了，它是永恒不变的。无论你企业发生什么样的经济业务，这个等式都是不变的。你不要妄想说，哎，我发现有一个经济业务，这个等式它就不成立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同学瞎了你那心，绝对不可能。这点请放心。OK。 第二个呢，还有个动态的会计等式，叫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。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动态的会计等式。你有多少收入定下来了？你为了取得这部分收入，你发生多少费用？把所有的收入减去所有的费用，剩的就是你的利润。 所以它是一段经营期间，不是嘎嘣到这个点啊！现在是七点十六分，你有多少收入？No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是从一月一号一直到九月六日晚七点十六分，我累计有多少收入？我累计发生多少费用？最后我累计下来我有多少利润？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动态的，啊，动态的会计等式。而这个是静态的。我们现在就掐点，七点十六分。 你有多少资产？就嘎嘣到这点，你有多少资产，就是这么多。你对外承担多少负债？你的股东、你的老板有多少净资产即所有者权益？所以它是一个静态的会计等式。当然，刚才我也给大家写过，说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加收入减费用，对不对？那说这俩等式为什么能给它揉在一块儿呢？为啥呢？你分析个问题啊，各位。 这个利润呢，赚钱了吧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举个例子啊，一千万的收入，八百万的费用，那就是两百万的利润，对不对？两百万的利润，好了，来来来，你告诉我这个利润是谁的？嗯，这个利润是谁的？是公司的，那公司是谁的？是股东的，股东在会计上叫啥？叫所有者。 用什么体现所有者权益体现？所以最后收入减费用，它都会传导给所有者权益，使其增加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这也是一个综合的等式：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加收入减费用，它也是成立的。有没有可能没理解？说诶、哎、那边资产呢？各位，你想，你取得收入，资产要不要增加？是不是要增加？你发生费用，资产要不要减少？ 是不是也要减少啊？所以你这边其实增了个收入，减了个费用，那边呢一样的，增了一个资产，又减了一个所对应费用的资产，所以这个等式是永远都成立的啊！各位同学记住了，不管你发生什么样的经济业务，这个等式是永远永远成立的，OK 吗？来，如果 OK 扣一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有今天第一次来听直播的。 你可能是刚刚购买课程，前面你还没听呢，所以现在跟不上不要紧，不重要。为啥呢？因为你确确实实就应该是听不懂的，你确确实实就是应该跟不上的。为啥前面欠账了嘛？对吧？前面欠账了。但是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就当花两毛钱来听一个小时的脱口秀，是吧？我说了，基本上十分钟一个梗。你看，有请同学啊，扣二，你疯了我让你扣一，你扣二，你这么不听话。各位，今天下课你有个作业。 啊，什么作业？如果你手头有微博，看好了，你去搜刘忠老师，你看我最近这两天的微博，这最近三天也行。你看什么？因为这两三天是我们中级二一年的考试时间，你看看那个上边试翻听刘忠老师话的是什么样的结果？试翻眼睛没瞪大的，没有听刘老师话的那个是什么结果？所以我现在跟你说的是啥？ 不用认真学习，你就听我话。等到我们今年官方教材下发之后，我告诉你，你得好好学了。今天我让你做的事情，你就今天做，是吧？咱慢慢的，到五月份取证。所以你自己可以去看啊，这个东西我跟你讲，有图有真相啊，有图有真相，好不好？来，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六个啊，叫会计等式。今天重头戏是第七个，叫会计分录。 明白了吗？哎，这是第七个了。各位，我们说白了，在入门这个阶段，我需要把你啊搞定的就一个事儿：汇编会计分录。来来来，我给你写上啊。你要汇编会计分录。哎，这就是你这个在入门阶段你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。当然。 啊，说这个，我听一遍我还是不会编，正常，谁让你会了，是吧？谁让你一次就会了？我们是多轮直播，今天罗老师讲，下次可能是其他老师讲，都可以去听，啊，所以你都可以去听，啊，有同学说了，太阳同学你上电视喽，说这个好难哦，啊，哥讲慢点儿，谁是你哥，是吧？我兴许比你年龄还小呢，我十八，你多大？来，讲讲快递分录啊。 我们说啊，什么叫分录啊？它是一个简称，它的全称叫什么？全称叫会计分录，明白了吗？全称叫会计分录，是对每一项经济业务列示出应借、应贷账户的名称，也称之为叫科目的名称及其金额的一种记录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一个完整的会计分录，它有三个要素，很多中级的同学都不知道。 考试的时候，你看啊，上面有人问老师：“我分录后边的金额后边加万元了，你看我这写了吗？我写了吗？根本不需要啊！我上课都讲了八百八十八遍了。你看这里有三要素，分别什么？哎，第一个叫应届应贷，它的方向，对吧？第二个是对应的会计科目名称，第三个是它的金额。所以这是什么？” 这是一个完整会计科目的三要素，明白了吗？完整会计科目的三要素就仨：应借、应贷的方向，对应的会计科目，以及对应的金额。而且我们之前讲过，借贷记账法的规则叫“有借必有贷，借贷必相等”。啊，我不是讲八百八十八遍给你们啊。 这个不是讲这么多啊，是给中级、中级考生，我讲了八百八十八遍了，还是记不住，是吧？他考前我都低着跟着说，是吧？来，各位，咱各位初级的同学们，我相信你们是信任我的，并且是能够听我话的，是不是仨呀？叫啥？应届应贷会计科目以及对应的金额，这就叫会计分录。 我们会计分录呢，包括简单的，也包括复合的。大家刚才看到这个，看到了吧？这叫什么？这叫简单的会计分录，一借一贷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复合会计分录。什么叫复合的呢？就是一借多贷，或者是一贷多借，或者是多借多贷。就是它的借方和贷方不止一个会计科目，要么有一方是多个，俩、仨、四、五都可以。 要么是两边借和贷，它都是多个会计分录啊科目。因为我们初级考试呢是不需要你写的，都是选择题。但是呢，我作为入门这个阶段要给你讲的，还是要说说一说。未来你比如说你考中级考注会的时候，你比如说这个刘老师没有讲清楚，我是你们的这个启蒙老师啊，启蒙老师没有把这个蒙给你起起来。来借和贷，大家会看到它不是并列的，它不是在一列。 错开了，看到了吗？错开一个，啊，错开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这个金额，啊，这个金额后边加万元了吗？加元了吗？啥都不加。那至于中间这个空多大，这个无所谓，这个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，只不过这是出于我们排版的啊，这个排版好看，明白了吗？这叫什么？这叫一级科目原材料。那盖儿，A 材料盖儿中行，这个 A 材料和中行这叫什么？ 这叫明细科目，也叫二级明细。我说的是不是很清楚了？来，我们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叫什么？叫有借必有贷，借贷必相等。来来来，我们看一看是不是啊？看好了，有借方吗？有。有贷方吗？有。哎，有借必有贷，来，借贷必相等呢？三千五，三千五，相等吗？相等。看明白了吗？各位，OK 了吗？ 三个要素，这里一些书写的规定，我说清楚了吗？说清楚了吧？这东西，你说你前面不学，不学你也能听懂，是吧？跟前面学的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哎，懂了哈，清楚了，OK，啊，懂了的话得扣二了吧？你看，这有同学就能跟得上，是吧？有的同学就是懂啦懂啦，那就是第一次来了啊。咱先说一说咱课堂怎么玩啊。 我带你怎么玩？我说你 OK 了吗？听懂了吗？第一个问你的时候你扣一，第二个问你的时候你扣二，第三个问你的时候你扣三，因为我们不是面授，要是面授的话，谁扣错了我就罚谁，是吧？罚罚你请全班同学，啊，请全班同学听笑话啊，你给讲个笑话。行了，那接下来刚才我说了，还有复合会计分录，就是一借多贷、一贷多借或者是多借多贷。那今天的重头戏，各位，我们今天。 重中之重要搞定的是什么呢？怎么编啊？这个会计分录怎么编？来，咱们先小试牛刀。记住了，编会计分录一定要根据我的思路。我告诉你，第一步怎么去思考，第二步怎么去思考，你就跟着我的思路去思考就可以了。听明白了吗？不要自己瞎想哦，千万不要自己瞎想啊！哦 当然，这块要有前面的基础知识了啊！它是什么类的？这个要知道。来，举第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，我现在手里有一万块钱，我把它存银行去了，啊，一个企业，甲公司手里有一万块钱，我把它存到银行。来，各位同学，你想一想，应该如何进行会计分录的编制？不用你给我打字，我会，我比你会，你不用给我打字啊！来。 我们首先第一步思考什么问题？因为它是有借必有贷。你先思考我的借方是啥，亦或是我的贷方是啥？先思考出来一个方向。来，我们从两个角度分析啊。首先，第一个，我把钱存到银行了。那好了，银行的钱要多。那第一步，我们能够思考出来，银行钱要多。 对吧？这能思考出来吧？好，你存在银行里边的钱，这叫什么？会计科目是不是来了？我讲过的会计科目叫什么？叫银行存款。所以你能够想到，它用到的会计科目叫银行存款。好，银行存款是增加的状态。接下来第二步，那银行存款它是什么类的会计科目？ 所以第二步，想一想，你想出来的这个会计科目它的类别，我们想出来了，说银行存款呢，它是资产类的会计科目。那紧接着你还得去想，说资产类的会计科目，它是增加的状态，对不对？它的增加在哪方？资产是老大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它的增加在借方。 那这样的话，我实际上就可以把这分录的一边写出来了。那就借银行存款一万块钱，对不对？那就一万。你看，这时候第一步就想出来了。好，紧接着我们来到第三步。说第三步干啥呢？你是有借必有贷，对不对？有借必有贷。你现在是不是把借方想出来了？那接着去思考另外一方。 对吧？另外一方，那你去思考吧。你把钱存到了银行，你手里的钱是不是要减少？所以思考另外一方，我的库存现金能不能想起来是？是要减少。好，接下来可以复用第二、第二步啊。接下来第四。 再来想一想，你想出来的这个库存现金，它的类别，它是什么类的？啊，库存现金也是资产类的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哎，你分析下来，它也是资产类的会计科目。那接下来，资产类的会计科目是减少的，那减少在哪方？ 在贷方，哎，你其实可以验算的哈。我们说有借必有贷，对不对？有借必有贷，你借方是不是已经想出来是要银行存款了？接下来是不是得贷方呢？是不是？是贷，你说贷库存现金。接下来第二句话叫有借必有贷，借贷必相等，所以你贷方的库存现金减少的也是一万。哇，好神奇啊！分数出来了，是吧？借银行存款一万，贷库存现金一万。来，各位同学。 这个怎么样？这就是你自己人生当中编制出来的第一个会计分录，就是按照这种思路。我跟你讲，刚开始学的时候，你不要投机取巧。大家学过游泳吗？完美是吧？Perfect。大家学过游泳吗？来，有多少同学学过游泳的？有没有？如果你找教练正经八百的去学游泳，那教练能不能上来咣给你踹水里？能不能？ 都没学过，完蛋呢啊！这为啥游泳不会呢？这是人的一个基本技能，知道吧？来，没学过游泳的太好了，那我说我咋说咋是了哈。你没学过游泳的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要是找一个正规的教练，第一步绝对不让你下水，你想的美是吧？绝对不让你下水，为啥呢？他怕你淹死，所以第一步干什么？先在岸上，先做动作，啊，先做动作。 比如说你学蛙泳是吧？哎，蛙泳这个看是不是这个动作？哎，对，先练这个手腿儿，我这个没法给你展示，是吧？然后再练腿儿啊，手和腿都练完了，哎，手腿结合，是吧？手和腿结合在一起，所以就是蛙泳就这么游，看到了吗？哎，这个这个一定要这么夹过来，不能这样的哈，看到了吗？哎，刘老师游泳也可以教，看到了吗？哎，刘老师游泳也可以教，看到了吗？哎，这一定要夹着过来啊，不能这么。 不能这么过来啊！一定要夹上过来，所以你会发现教练一定先教你什么？先教你在岸上把知识要做标准了，然后再让你下水。所以编会计分录道理是一样的，明白了吗？编会计分录的道理是一样的。你刚开始，你别感觉你这也会那也会，你都会，你跟我学个六，你是一知半解。所以。 就是没有人教你个正确的处理方式，遇到有一些难的快递分录，各位你就不会了。所以按照这步骤来，先想一头我们这个例子可以倒过来，听好了，我再把你倒过来想啊。第一个，我把钱存银行了，那我的钱是不是要少啊？对吧？所以第一步我想的什么？库存现金要减少啊，减、嗯、少。好，接下来第二步，它是什么类别的？资产类的。好。 资产类的减少在哪方？在贷方。好了，我贷库存现金一万元。我说可以把贷方讲出来。紧接着你就想对应的科目嘛，那借方应该是啥呢？你就想你把钱存到了银行，那银行钱要多呀，用什么？用银行存款。所以银行存款要增加，什么类别的？资产的。资产的增加在哪方？在借方。所以借银行存款一万元。我的天哪、啊，太完美了。这回怎么样？ 就是你先想另外一方也行，啊，这个不抓你怎么样完不完美？各位来，我们换一个。我们刚才说把钱存到了银行，那好了，现在我从银行把钱取出来，比如说三万块钱，哎，我从银行把钱取出来三万块钱来。首先第一步，先想。 你把钱从银行取出来，随便想，你想哪个头都行。你比如说，我可以想，那我银行里钱是不是少了呀？对吧？所以银行里边的钱要少，那就银行存款它是不是要减少？对不对？这个能想出来不？这个能吧？好，接来到第二步，那银行存款它是什么类的呢？什么类的会计科目啊？我知道。 叫资产类的会计科目，那资产类的会计科目它是减少，对吧？减少在哪方？贷方。啊，所以减少方向在贷方。好了，那我这个分录的贷方就出来了，那就贷银行存款三万元。那接下来想另外一方呗，来第三步。 另外一方，另外一方，另一方，哎呀，另一方，我把钱从银行取出来了，那我的库存现金会增加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库存现金会增加？来，你告诉我，接下来干什么？你得想啊，库存现金是哪个类的呀？所以第四步，我们想一想，哦，库存现金是资产类的。我跟你讲啊，别说不会要，刚才刚讲完。 你要再说不会，我就大飞踹踹你，啊！我冷静，我为什么要踹人呢？快乐学习是吧？不要踹啊！资产类的减少在哪啊？增加在哪方？是不是在借方？增加在借方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就借库存现金三万元。你看，这分录又出来了。 好神奇呀、啊！借库存现金三万，贷银行存款三万，怎么样？各位，用这种方法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就用这种方法，你切记不能想别的事儿。如果你想别的事儿，我跟你讲，下边涉及到有点难度的会计分录，那你就编不出来了，明白了吗？来，各位，我们接下来再来思考啊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呀。 这个企业啊，销售这个产品呢、啊，知名度不够，那咋办呢？各位，知名度不够怎么办？打广告，是不是？我要宣传，哎，所以我要支付广告费五十五万。我要支付广告费五十五万，付出去了吗？付出去了呀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思考这个事儿啊，这个事儿，首先第一步，各位，我教大家啊。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，别想难的那一头啊，不是男的、女的那头啊，就是有难度的这头。你别想，先想简单的，啥简单？你把钱付了吧。好，你要是付钱了的话，拿银行付的啊，那么你的银行存款是不是要减少？那紧接着第二步啥类的呀？银行存款什么类的呀？各位资产类的呗，对不对？那资产类的减少在哪方？ 在贷方，所以贷方科目我出来没？出来了，来，贷方，贷银行存款五十五万。接着想另外一方啊，另外一方来，各位，你干啥了？你支付广告费，你说这个广告费它是不是一项费用啊？各位，那是啥费用呢？我们讲过三个费用。 分别叫管理费用、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。那你想想这是啥费用？我当时教过你怎么去记，对不对？我说什么叫管理费用，放一边儿别管它。什么叫财务费用？借钱还钱，这叫财务费用。你借钱是不是要滋生利息啊？就是发生利息，那这个利息费用就是你的财务费用，对吧？跟资金没关系的，那不是什么财务费用。那说什么叫销售费用？为了销售我们的东西。 我发生的费用，比如说最典型的广告费、宣传费，这是最典型的销售费用。所以你能够想出来，哦，他应该是把它列到销售费用当中的。来，那销售费用是要增加的，对吧？你增加了费用啊。那接下来第四步呢？各位，啥类的呀？销售费用什么类的？什么类的？损益类的。 而我们损益类这里既包括收入，还包括费用，对不对？包括收入，包括费用，所以它是我们损益类当中的费用类。那它的增加在哪方呢？在借方。哎，好神奇，你发现了吧？是不是很神奇啊？所以借方，那就借销售费用五十五万，怎么样？ 怎么样？哎，你会发现这东西是不是挺有意思的？就你会发现这个经济业务通过我这么去拆解，咱们一点一点的，是不是就是慢慢慢慢的可以找到这种感觉了呀？当然，你换个方向也行。说我知道广告费是销售费用，所以我先把销售费用这边定下来。销售费用是损益类当中表费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增加的借方，OK，借销售费用五十五万。接着你，你钱给了吗？给了呀，拿啥给的银行？ 是吧？拿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好，那就银行存款要减少。银行存款什么类的？资产类的，资产类的减少在贷方，所以贷记的是银行存款。啊，OK 吗？有同学问哪里有录播呀？这个下课之后就会生成录播啊，然后上边这三期都有啊，O 不 OK？OK OK 在哭啥了，是吧？还可能 OK 呢？这就是你看典型的我上课。 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是现在这阶段还行，你把我说话当放屁啊，这个还 OK。等真正要学习、要考试的时候，你把我说话当放屁，上考场那就全都是气，啊，生气的气，生谁气？生你自己气，明白了吗？生你自己气为什么不听我话呢？现在不用，啊，现在不用听话，咱就快快乐乐的，明白了吗？啊，这个同学一直在问吗？幺九零九哈，幺九零九，你上电视了，一直在问。 一直在问录播在哪里呀？录播在那里，是吧？等我上完之后了，就能看到了啊。来，咱稍微玩一个有点难度的，怎么样？你们同不同意？我们稍微玩一个有点难度的啊。看好了，现在呢是甲公司，我把业务给你写出来啊。他买了一批材料，啊，这材料多少钱呢？一百万。 从谁手里买的？从乙公司手里买的，但是呢，钱没给呢，款未付。哎，这好玩了！我现在甲公司，我买了一批材料，然后呢，一共是一百万，问题是钱我没给呢。啊，钱我没给呢。来来来，接下来第一步，一共咱反正就四步吧，大概第一步，第一步干啥来着？想一个事儿。 啊，想一个事儿来，你能想想出来是哪边？欠钱，啊，你能想的是欠钱，可以，是吧？你还能想出来什么？哎，材料，你看是不是大家能够想得出来一方嘛？对不对？来，咱们投票，想出材料的投一，啊，别急啊，别急，我们我这有功能啊，我这带功能的，看好了，你不要急，我给你们发个答题卡啊，啊，我给你发个答题卡行不行？你不要急啊，听好了。 如果你想出来第一个是材料，你画对号；如果你想出不是材料的，就是钱没付这事儿，你画错号。来，我给你发个答题卡，我看一看。这就是你能够想出一方，我们以多数的啊为准，啊，大家都想出来是材料比较多，百分之八十点三的人想出来的是材料，啊，八十二点五了，最后收尾是百分之八十二点五的人想出来的是材料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咱就想材料。 你这个买的是材料，用啥会计科目啊？各位用啥呀？原材料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原材料买进来，它要增加的，这能想到哈。那接下来第二步呢？啥类的？原材料资产类的。我曾经给你举过例子，西红柿炒鸡蛋，你买的鸡蛋。 你买的西红柿，这都是你的原材料。那资产类的增加在哪方呢？在借方。那这事儿简单了，来，咱先把借方给它盖上，借原材料。比如说我买的是 A 材料，那你就可以写 A 材料啊，一百万，我单位是万元了啊。啊，借原材料，盖 A 材料，金额是一百万，单位是万元。接下来。 我们接下来看另一方，另一方不就这俩事儿吗？你买材料，钱给了吗？没有给。来，各位，没有给钱，这叫什么？这不欠人钱呢、啊？叫什么？叫应付账款。所以，应付账款也增加了。你欠人钱吗？ 对吧？应付账款也增加。来，接下来第四步，你告诉我这个应付账款是什么类的？什么类的？负债类的啊。那么负债类的增加在哪方？是不是在贷方啊？对不对？所以那就贷。应付账款，你欠谁的钱呢？你可以写个明细，说乙公司我欠你钱，欠多少？欠一百万。 所以借原材料 A 材料一百万，贷应付账款乙公司一百万，怎么样？各位，怎么样？刚才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投的是应付账款，对吧？那你就想呗，我先欠人钱了，应付账款增加了，什么类的？负债类的。负债类的增加在哪方？在贷方。那好了，贷应付账款乙公司一百万，想想对方，我干啥了？我干啥欠人钱了？我买材料了。好了，材料原材料增加。 什么类的？资产类的，资产类的增加在借方，所以借记原材料 A 材料一百万。啊，有同学问说这些科目什么类别的？是不是要背呢？不用，到现在为止，各位银行存款、库存现金，你是不是会了？都是资产类的，你还用背吗？你还用背吗？用背吗？疯了呀！千万别背，一背就废啊！千万别背啊、哦，一背就废。 有同学说嫌我有点慢，这给你能耐的，你快，还嫌我慢了，是不是？咱不得照顾绝大多数的同学吗？来，原材料什么类的？资产类的，千万别背啊、哦，一背就废，行不行？哎，各位，咱们再来玩一个啊、哦，再来玩一个，听好了，你们如果已经工作了的话，各位，你告诉我你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？ 你告诉我，你最开心的事儿？如果你已经工作了的话，你最开心的是什么？哎，发工资，下班儿，啊，拿钱！你看你们这个完蛋的样儿，是吧？见钱眼开。我也喜欢发工资，来吧，啊、嗯，我们我们我们今天发工资哈、啊，今天发工资，我也喜欢发工资。但是你想一想啊，各位，比如说我就说八月份的工资，能不能在八月三十号这天下班发给你？ 八月份的工资能不能在八月三十一号这天下班发给你？一般都不太可能，绝大多数的企业，它都在次月十五号之前，把八月份的工资发给你。你比如说，你在九月五号这一天，你会拿到八月份的工资，OK 吗？各位同学，OK 吗？OK 吧？这个是不是有点这种生活经验？如果你从来没赚过钱的话，你就不知道。 啊，等你未来赚钱的时候你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研究八月份，研究八月份。我我是这个甲甲公司啊，甲公司的 CFO，各位知道什么叫 CFO 不？啊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 CFO？我是甲公司的 CFO，那接下来我整个八月份的工资。 是多少钱呢？是十五万。那有同学一看这数字是吧？一个月工资十五万呐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我一年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呢、啊。我跟你讲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十年前我也没有想到我能当 CFO，是吧？就刚开始进到这个讲课的这个录课室的时候，直播间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想到我能当 CFO。我更没有想到我自己一个月赚十五万。这不上课需要吗？剧情需要。 明白了吗？别当真啊，千万别当真啊、哦！各位，你可千万别当真，当真你就输了。来，我是 CFO，我是甲公司的 CFO，我一个月十五万。各位，你告诉我，我八月份我给你提供服务，我给这家甲公司提供服务了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得把八月份的工资给到我？但问题你是九月五号给我的，我们会计基本假设有什么？会计分期。 还记得吧？还记得吧？会计分期，我人为的按年、按半年、按季度、按月份来进行分期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是八月份提供的服务，那我根据我们的权责发生制，我是不是需要把我这十五万的工资记录到八月份的费用当中？这个大家能理解不？ 我是不是需要把我八月份的工资计入到八月份的费用当中？我能不能说实际发放的时候九月份我把它端进九月份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那不就收付实现制了吗？我们现在叫权责发生制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同学为啥啊？为啥为潮为粮食还为啥呢？权责发生制啊。 我是八月份给你提供服务，你得给我十五万的工资。但是你八月份没给我，九月份给的。那我是不是在八月三十号这一天，我需要把这十五万的工资记录到八月份的费用当中？是不是需要？好，来，第一步，我是啥？甲公司的 CFO，CFO，刚才你看了财务总监，对不对？那叫什么？管理人员。 对吧？叫管理人员，那你想想，管理人员他的工资薪金进哪个费用科目？是管理费用、销售费用还是财务费用？都在管理俩字儿了，对不对？都这么明显了，明朗一批了，你还说他进财务费用，那你就是他的同伙了啊！哦、所以应该是管理费用。好，管理费用要增加，对不对？ 管理费用要增加，来，接下来第二步，管理费用是什么类的会计科目啊？想一想，管理费用什么类的？损益类的。但是损益类这里既有收入，还有费用，那它是哪头的？人都明了，费用。那好了，费用的增加在哪方？在借方，对吧？那我借方是不是就可以写出来了？ 借管理费用十五万，是吧？借管理费用十五万，OK 不？OK 了吧？接下来想另一方啊、哦，来来来，各位，这个稍微有一丢丢的难度。另一方是啥？来抬头，有图有真相。 八月份的工资你九月份才给我，根据我们的会计分期，在八月三十一号这一天，在那甲公司的角度，你是不是欠我钱？你告诉我你欠不欠我钱？还跟他美呢？你是不是欠我钱？你欠我多少？欠我十五万，对吧？欠欠钱，欠钱那是负债呀、啊，用什么科目，各位，用什么科目？哎，应付职工薪酬。你看人家名字起的是吧？应付。 职工薪酬，那它也要增加，负债要增加的，那么你应该付给人家这十五万，你没付嘛，所以你的负债要增加。来，各位，接下来什么类的？应付职工薪酬它是资产类的会计啊，对不起，负债类的，负债类的会计科目。那么它的增加在哪方？好巧不巧，在贷方。 对吧？好巧不巧，在贷方。那好了，借有借必有贷，借贷必相等。所以贷应付职工薪酬十五万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来，借管理费用十五万，贷应付职工薪酬十五万。借有借必有贷，借贷必相等。OK，完美，是吧？完美，是不是很好啊？就是你。 做分路刚开始学的时候，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。我带着你先说白了啊！现在各位，你们都看过那小孩走路是不是？其实每个人都经过，但是你不记得，是吧？你不记得刚开始走路的时候，你是爬的状态。来来,来，我给你演一下啊！你是这种爬的状态，刚开始爬都不会，会爬之后呢，慢慢慢慢你自己扶着，哎，扶着桌子，你可能自己会走两步，咵摔倒了。你会发现那时候摔倒你不疼，然后现在摔倒你会疼。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时候疼你也记不住了，啊，因为那时候摔倒之后你疼你也记不住了。现在你能记事儿了，哎，现在你长智慧了，所以现在摔倒疼你知道，那时候摔倒疼你不知道，明白了吗？然后我是不是啊？不是我哈，你的父母是不是会扶着你？哎，两个切放到这个这个腋下。 啊，东北叫嘎叽窝哈，这个专业名词叫腋下，扶着你，擎着你，拖着你，一点一点的去走。我现在就是带着你，一点一点的去走，明白这意思了吗？有同学说，哎，为啥是管理费用呢？就这个同学，我问你哈，前面我讲那些快递分路的时候，快递科目的时候，你听没听？如果没听，那我给你一号脉，是吧？我远程一给给你号脉。你前面没听，那你就不知道为啥是管理费用。 如果你前面听了，你现在还不知道是管理费用，那我可以给你解释解释，明白了吗？就是如同我给你开的药你没吃，说，了，哎呀，老师我这病没好，我说为啥没好？我没吃你的药，我说滚蛋，开药不吃，啊没听是吧？哎，那没听的话，建议同学可以去听一听啊，建议同学可以去听一听，好不好？有回放有回放，天天问点破事给我问烦了啊！ 所有课程都有回放，怎么可能没有回放？是吧？各位，OK 吗？O 不 OK？来，O 不 OK？对我讲的很细致，我有史以来讲初级会计分录，今天是最细致的一次，真的，最细致的一次，OK 吗？OK 了，好，啊，有的四和五不分了，是吧？四和五不分。 来，各位，你以为结束了吗？No，我们把这业务连续下来啊。到了九月五号这一天，你告诉我，我高兴不？我高不高兴？来，同学们，九月五号这一天我高不高兴？是不是应该高兴啊？为啥呀？发工资啊！但是九月五号我不高兴，为啥呢？因为九月五号是星期日，不上班，谁给你发工资？是吧？所以九月五号这一天我不高兴。 来到了九月六号，星期一，哎，星期一这天发工资了。你看，你听我课，我跟你讲哈，你真的得连续去听。为什么我刚才说是星期日？因为我告诉你了，一周有七天，为什么不叫星期七，而叫星期日？水是有源，树是有根，这么叫是有原因的。所以到了九月六号发工资了，啊，发工资，把这十五万发给我了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去想，他把这十五万发给我了，我会计上、财务上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呢？嗯，怎么做呢？来分析分析啊，发工资来，第一步，那个企业还欠不欠我钱？你就想啊，企业还欠不欠我钱？有同学说钱少了，可以，都可以啊。他说不欠我钱了。 他把钱给我了，是不是就不欠我钱了？那么负债是不是要减少？来看好了，负债是要减少。来，告诉我，负债减少在哪方？是不是在借方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应该在借方？来，我写在这了，所以那应该是借，应付职工薪酬。哎呀，十五万。 这个畅想一下哈，没事儿呢，大家也可以吹吹牛、拜拜火啊，自己跟自己吹，别上外边吹啊，上外边吹人说你诈骗，就自己没事的了，跟跟家里人哈，跟你的父母啊、你的另一半啊或者你男女朋友啊吹吹牛，这是可以的啊，别出去吹啊，出去吹算你诈骗啊。所以借应付职工薪酬十五万，OK 吗？OK 吧，但是你你是。 你是不欠我钱了？你说得把钱给我，你是不是得把钱给我？各位，把钱给我。钱是啥？银行存款啊，我不写了。银行存款什么类的？是不是资产类的？资产类的减少在哪方？在贷方，所以应该是贷。银行存款十五万，看明白了吗？所以应该是贷。 银行存款十五万，我的天哪，太完美了！借应付职工薪酬十五万，贷银行存款十五万，太完美了。会了吗？我们这个上面是什么？是八月份根据权责发生制，这叫计提。计提什么意思？就是计算提取，就没发呢嘛。所以计算提取简称计提。根据权责发生制，我们计提的工资。 因为 CFO 是行政管理人员、高级管理人员、高管，要不一月挣十五万呢，所以列管理费用。管理费用增加，借方借管理费用十五万。那同时你钱没付呢，负债增加，给谁的？给职工的，所以贷应付职工薪酬十五万。好，这是八月三十一号。到了九月五号这天，我不高兴，因为是周日，是吧？我需要周一来发工资。那发工资的时候，借应付职工薪酬十五万，贷银行存款十五万。怎么样？ 什么样？确确实实，今天是发工资，啊？为什么不是管理费用减少了？各位，你这费用增加了还能减少？你的意思是我当时把这工资记下来了，然后我不需要给你啊？我是不是需要给你啊？各位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要自己瞎想哦。我十五万的工资，我需不需要付给你？我是需要付给你的呀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说不付了，不付那当然管理费用要减少，我需要付给你的呀。 那这管理费用怎么能减少？只是负债在减少，我不借你钱了，明白这意思了吗？说清楚了吗？啊，这个今天是有问必答啊！啊哎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其实没有讲几个会计分录，我把最基础的几个给大家讲了。下次课，各位同学一定要注意啊！下次课我们要把后边这个实操业务啊，就是会计分录实操，整个这个业务我要给大家讲完啊！整个这个业务一共是几个呀？ 一共是环节四，是吧？哎，一共是四个环节，我们要用一节课把这个会计分录给大家讲完。所以呢，我虽然说快乐学习啊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想下节课你仍然快乐啊，下节课你仍然快乐，那你这个快乐是有代价的啊，快乐是有代价的。啥代价？就是把前面我说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是吧？收入费用增加减少方向。 适当的用脑子过一过，不需要背，谁背谁废啊、哦！不需要背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给大家讲过的，来来来，各位同学，请把书往前翻一翻啊，应该是在我看第几页？哎，第十页到第十一页，第十页到第十一页这些会计科目，我是不讲过，对吧？这些会计科目我是讲过的，你把这些会计科目啊混个眼熟。 你别我一说应付账款，你上哪去？上收入去找应付账款去了？那怎么可能？对吧？混个眼熟，好不好？让他认识你，你也认识他，这个能不能做到？哎，对，混个眼熟。如果这些事情你都做完了，好了，剩下的事是我的事了，跟你没关了啊。剩下的事情那就是我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，各位同学？哇，今天这人不少哈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这是第四轮直播了，前面我们多轮直播都已经播了三轮了。 所以，如果有今天第一次来直播间的，我希望你哈、啊、后几轮也能跟一跟，特别是没有基础的，啊，你又懒，你还想考试过，你还不想那么累，怎么办？慢慢的找感觉，对吧？慢慢的去找感觉，能不能做到，各位同学？能不能做到？能做到是不是？哎，能做到，能做到就好。所以呢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的口号是什么？ 我们今天的口号仍然是快乐学习。哎呀，真好！给你们这上这一个小时课，我很开心。今天是九月六号，对吧？今天是九月六号，快乐学习，给你们上这一个小时课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明天晚上啊，看好了，明天晚上我们第四轮的直播课，最后一次课了。所以明天晚上我会把整个我们那个实实操业务哈都给大家讲一讲，好不好？ 啊，大家都搁这看着呢，是不是？好啦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的直播课就到此结束，明晚七点再见，拜拜。